今日同大家介绍嘅项目叫做碧桂园华发香洲府。香洲府系由碧桂园同埋珠海当地嘅房企龙头企业华发股份一齐合作开发建设嘅。呢个项目咧位于香洲区嘅南湾路，距离珠海大道净系得200米，嗱贯通东西边嘅。依家喺度建设紧嘅香海大桥、红河大桥、金海大桥，全部都是珠海最大型的规划建设。从小区位置开车到港珠澳大桥口岸大概是20到30分钟，去市区的购物中心华发商都大概是10到15分钟。该项目自身大5000平方的商业街区，大概步行100米可以去到华发水岸的商业街道，3.6万平方的商业街区，配备一个电影院同埋健身房同埋好多嘅食肆。成个项目咧采用最先进的 SSGF 施工技术，即是预制的流量板。成个小区都是智能化的设计。整个小区都覆盖着 WiFi 的，即是去到哪里都可以上网的。园林化的小区设计含有800平方的泳池和400平方的儿童主题的乐园，每一层楼的底层都是架空的，作为一个会所、饮茶的地方和一个健身房的。碧桂园是采用5星级的物业管理和管家服务，物业费只需要2.98元每平方。整个项目占地大概是122亩，分为1期和2期开发的。整个建筑面积大概是23万平方，容积率是 2.0， 绿化率是35%，所以整体感觉是十分之舒适和阔绰。配备的车位是974个，一共是790户的住宅，所以车位都是非常充足的。现在卖的是1期、1栋、2栋、9栋、10栋和11栋。1栋现在已经卖完了，现在卖的2栋是2梯4户，分别是南向94平方的3房和南北向110平方的4房，最高是33楼，总价去到230万到280万，尺价大概是2400到2500每尺的。卖的9栋是1梯2户的122平方的4房，最高是17楼。10栋和11栋是143平方的光景大4房，最高是11楼的。总价去到308万到350万，全部都是精装交楼，